泸沽虾。又叫洗衣粉虾，它这个头里边有一点那个味道，但是身上的肉就没有。我感觉这个好像带籽，看一下，有一点黄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个虾中间有一根虾线，吃的时候给去一下。看，因为它是长在泥土里的，海边沙滩里，虾线比较粗。